那么他的形象呢，这尊的形象啊，是很很凶恶的，所有冥王当中最凶恶形象的是不动冥王。他的这个右手呢，拿的是龙剑，不动冥王龙剑，有龙缠在上面的龙剑。那么他的火呢，是这个火凤凰的火，周身也都是升起了火。那么他的左手呢，拿着金刚锁，金刚锁底下还有两个印，一个印就是金刚界的印，一个是胎场界的印，所以他是执掌金胎两部的不动明王。那么这一尊啊，最主要的是大日如来慈悲所化现的不动明王像啊，不动所化现的不动明王。